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较差者的不适，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在开始游玩新动动文学社之前，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哟呼，大家好，我是天使幽灵ヤギです。我们回到这个游戏了。对，其实我现在还好，我还好，我真的还好。我录完之后一阵子，然后我阿妈就打来了，就来，因为现在我一个人在国外读书，她很不放心，所以她就是每个大概两三天就会想要打电话给我，然后就是打烂给我，然后问我说就是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好，然后有没有穿暖，外面冷不冷，有没有生病，有没有注意健康，有没有就是之类的。然后我昨天还去学校找老师来讨论，他要跟我讨论说我之前教的功课的状况。我以为因为分数其实还分数不高，54分而已。他可是这样是算是有 pass 的，有及格的，这个功课是有及格的。他们50分以上就是有及格，然后他们其实不是说会打分数，他们是看文章跟你的主题有没有关联，那里面用的资料借鉴的这些文献是否有力，然后有没有衬托出你的主旨，你的架构这样子。然后对，我以为他要跟我说，就是说跟我讨论说我的功课做得多烂，然后要怎么改进这样子的话语，就不是。他说我做的其实还不错。先讲我这个功课，它是要写3000个字的英文的字，我没有写到3000个字，我写到2000出我就写不下去了。老师是跟我说，他觉得我做的不错。前面的开头文章的叙述结构还蛮好的，反而是后面引用文献的部分，因为就是我就是抄袭，就是那个部分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啦。可是反而因为就是用引用文献，然后反而写的不好，然后所以说我应该要参考更多文献，然后用我自己的话也把它组织起来，让这个文章更有说服力。然后说用中文的文献也没关系，因为这样的话我自己把它翻成英文就更加不会有抄袭的问题。他们是有一个系统可以去查说我文章里面这些字、这些词句、这些句子里面有多少是和我参考的文献里面是重复的。对，然后他们会再透过这个去评论说，那你应该要得几分，你这样，你这篇文章的理解力跟你这样话应该要得几分这样子。然后他，我一直以为说我是班上最低分的，班上只有10个人。然后他说不是，有人还不及格了，所以我写的其实不错，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差。他说他一直鼓励我说我很棒，说就是我现在是以另外一个在学习另外一个语言，然后还把它写成一个文章。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他是绝对没有办法写出中文的，他觉得我很厉害，我还跨越了半个地球只为了学习这样子。所以他就是直接这样鼓励我，然后我就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然后我就不然就哭出来了。对，然后好，所以我们来继续面对这个游戏吧。前面开场的有点多，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没事。对，我的心理状况还好，还没事。我现在虽然睡前会怕说会梦到这些就是悲伤的事，可是所以我现在是习惯会在睡前再看一下漫画，让自己开心。现在让在睡前的时候脑袋里面是想的是开心的事情，可能看一个恋爱漫画或者是BL 之类的，让我很开心，或是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已经开场有点久，讲了一下这几天的事情，我的状况真的没事。好，那我们来，我想试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再回去这边选择我爱你，不见了耶。所以是哇你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我，
都没了。欸，我记录都没了。一开始不是莎莉跑来学校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们一起上课的嘛，已经没有了，剩下重新开始。哇，哦，他叫所以这样算是二周目是不是？哇哇 ，What the fuck！ 欸，我的画面，等一下，我想躲起来。欸，这边直接没了耶！前面跟莎莉一起上课，直接没了耶！他直接被抹杀掉耶！哇！会不会又要重新开始 ？Monica。等一下，我想包棉被，我想我的我不想看到莫妮卡啦。boss 直接来找我了。对，我不想，我不是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上一次上一集的结束后面，就是看到惊悚画面之后黑屏的时候，我说的话。他是说什么，我如果这一次一个游戏的话，我想要重新开始，但是我已经永远没办法回去了，已经回不去了，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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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the end。 对，所以我们刚刚测试原本要回去，他是直接说被删掉了。好，就在今天，我把灵魂出卖给 Monica 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笑容。欸，话说我不知道其他两位攻略女性的下场是什么耶？我只知道莎莉是上吊，然后其他两个我不知道耶。所以在二周末我没有吃到杯子蛋糕，好难过。这边貌似都跟除了尤里变副部长之外，然后没有蛋糕可以吃之外，好像跟前面都一样，对吧？你解锁了一首特别诗，要读吗？好。I was wandering an abandoned warehouse at night. I was lost, looking for an exit. I just want to go home. I came upon a huge empty room. Its ceiling and walls beyond the deep blackness. My steps were quick in order to hurry to the other side or to a wall, anything. Suddenly, the ground was no longer beneath my feet. I stepped into a hole of indeterminate width. I fell for a good 5 seconds before crashing into warm water. Figuring out which way was up, I surfaced myself. The air was humid, and the sound of my splashing reverberated endlessly. My vision was completely shallowed by the dark. With one hand, I could feel the damp metal wall of the container.My lungs were already getting tired. 梦境，夜晚中我不断在一个废弃仓库徘徊。我迷路了，想要找到个出口。我只是想回家。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空房间，它的天花板与墙壁比深夜还黑会比较好吧之类的。我加快了脚步，想尽快到达另一边或者一道墙，什么都可以。突然之间，地面不再位于我的脚下，我踏入了一个不知有多宽的洞中。跌进温暖的水中之间，我足足下坠了5秒。搞清楚哪边是上方之后，我浮出了水面，空气十分潮湿，而我溅起的水花声无止境地回响着，我的视野完全被黑暗所给吞噬。用着一只手，我能触碰到这个容器的潮湿金墙壁。我的脚已经有点累了。他讲到就是金属墙的时候，我以为我掉在就是那种储物柜那种感觉吧。等一下，那对不起。我以为会有一些惊悚的画面跳出来，我现在只要他一进入黑暗画面，我就要赶快把眼睛捂起来躲起来。所以现在剩两个人在跳了，最旁边的莎莉不见了。我这一次就选我喜欢的词，看看可以引到哪里去，就这么决定了。好，这一次好像下树跳起来的比较多。嗨。
迎 Yagi 又见面了，我还以为你会被我们吓跑呢，我快被吓跑了。对，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人。哇 ，What the fuck！ 我想我去拿个枕头过来，稍等我一下。好，我抱了我的香香的枕头过来，都是我的味道。为什么优衣的脸会变？哇！我没有办法配音了。我的饭圆筒在那框框前面，我看不到字了啦！你跑掉了。尤里是不是有点大只啊？他为什么？这个等一下，这个教室是不是斜斜的、啊？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他斜斜的，然后他为什么这么靠近我啊？之前还不是看得到头顶的吗？不见了，而且不见居然是往后面消失，也怎么回事啊？夏树在找东西，哇，他真的好平哦 ！What the？ 去你妈的 ，Monica 咔咔咔咔咔咔！哇，直接对没看过的漫画说是粪作，是不是？好过分哦！不要光品封面就架书，所以他应该是讲那个吧 ？Don't judge the book by its cover。我们再快速的跳过。哦，好可爱哦！如果他这时候他的脸崩掉，我会吓死。如果被我爸发现的话，他一定打死我。他睡着了。我是预言家吗？夏树你还好吗？夏树你还好吗？你眼睛整个没了，把这个吃了吧。夏树的爸爸不止不给他午餐钱，也不会在家里留食物给他，所以他常常挑食。好像没事。好 ，Hole in the wall, but he wasn't looking at me。这个是下集耶。他之前不是有一个说也有一个类似这个主题的吗？然后。But he wasn't looking at me, confused. I frantically glanced at my surroundings, but my burnt eyes can no longer see color. Are there others in this room? Are they talking? Or are they simply poems on flat sheets of paper? The sound of the frantic strolling playing tricks on my ears. The room began to crinkle, closing in on me. The air I breathedDissipated before it reaches my lung. I panic. There must be a way out. It's right there. He's right there. Swallowing my fears, I brandish my pen. 墙上的洞。但他没有在看着我，会是谁？我疯狂的环绕四周，但我灼伤眼睛已经失去色彩。还有人在屋内吗？他们在说话吗？或者是印在单调白纸上的诗？狂热之音在我耳边摩擦，整个房间开始变形缩小，朝我挤压。空气在吸入肺前就已消散。我惊慌失措，一定有办法可以离开的。一定有办法离开的，就在这里，他就在这里。我咽下恐惧，振笔疾书。OK。那一首诗简单讲就是在讲说，为什么我没有选他的。夏树还好吗？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夏树的诗，这是之前的嘛？你也没有写新的诗啊，懒惰。现在想一想，我一周目的时候还挺浪费的耶。我完全没有看到就是 Sally 的 CG 图，然后他就这样消失了。有，他们之前又吵起来，然后这时候应该是 Sally 出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哦， Monica 出来了，哎呦，把 Monica 赶走了，靠北哦。吵起来了呢！我吵起来了。我说的话，我就马上应验了吗？哇靠！傻傻的。大部分的人国中毕业就学会……哦，对，不是他。
大部分的人国中毕业就学会克制自己了，可不像你。想教训我的话，先收起你那到处招人的有病态度吧。你以为靠可爱的穿着和行为就能够掩盖自己糟糕的个性吗？我靠了，越来越……最终你唯一看起来可爱的地方就只剩下这种没用的事情了。哇，要说这种话请小心点，可别伤人不成伤你自己啊，尤里。很抱歉，哦，抱歉，是我的错，你是不是已经伤到自己了？你刚刚是在指我根本是在自残吗？你他妈脑子进水了吧？哇靠，哇，尤里，来啊，继续啊！我少你不在就吵成这样子，这个画面我让 Yagi 来听听真实的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吧。等他听完后，肯定会被幽灵女神你的神韵颠倒的吧。突然间，幽灵转向我，似乎在发现我站在这里。对不起，他只是想让我难堪，我才没有，我。是他先开始的。What the fuck？ 不管我站在谁那里，他对我的评价都可能变得更高吧，所以我肯定选瓦林啊！只能选一了吗？我觉得下树的那个太自负了，需要挫出他的锐气。我不是选了吗？我靠！我怎么越来越大了？我们还是先离开一下吧，好吗？好，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如果这能让你少花点时间在他们身上，那就太好了。我很乐意多陪陪你。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尤里用手扶住额头，在座位上不停的前后摇摆着。尤里，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完全无法想象尤里可能会刚刚对夏树说了什么。或者已经说了什么？请你不要讨厌我，拜托你，我不是这种人。今天的我一定有哪里怪怪的。况且我很确定夏树明天全部都会忘记的。他为什么肯定？他什么都肯定？我只是没能有机会和 Yagi 讨论我的书。如果你在旁边听的话，或许有点尴尬，不是吗？我想我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是吧？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被赶回家了耶，直接写诗。What the fuck is this？ 哇，你的名字，下一个是你吗？优衣的名字回来了。莫妮卡还没来，夏树在看漫画。他把我拉到角落。关于昨天的事，我真的需要哦。对，等一下，冷静下来，不要被带走了。尤里，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昨天做了什么吗？真的忘记了。不管你在想什么，我觉得肯定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根本不记得我发生什么事。你总是太过于计较那些无谓的小数了吧？他该不会不在弹什么钢琴，还写什么程式吧？不要总是想着他了，他早就习惯被无视了。来吧，我们去那边吧。你有看到吗？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Save me。The color they want bright, beautiful color. 为什么现在字不见了 ？I 不见了，是吗 ？Flashing ex. 啾 ！Like play. What the? The noise. It won't stop.
fall and spreading of 什么，然后有些字不一样的 sine cosine sine cosine tangent， 这不是数学吗？然后 like playing with like playing a knife on a breathing rib cage， 要学啊 ？Delete her， 他之前是 load me， 耶，现在变 delete her 了。接下来是今天的 Monica 写作小窍门。有时候你发现有要叫我存档了。我到底在跟谁说话？能听到我说话吗？告诉我你能听到我说话，什么都可以，请帮帮我。以上就是 Monica 的建议哦，感谢你的聆听。他写的是作文吧？重点不在你写了什么。我的思维最近也太过活跃了，所以我就用你的笔写了下来。啊，这支笔是昨天你从书包里掉出来的，为了保管，我就把它带了回家。我，只是很喜欢这支笔写起来的感觉，所以我就用它写下了这首诗。而你正在摸着它。过年应该看看我写的诗，或许你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大家的诗怎么了？这直接是乱码了耶。 Yagi， 为什么你今天不跟我一起读呢？我一直在等你，我等了你好久，这是我今天唯一一件期待的事情。为什么你要毁了他？你更喜欢尤里吗？你最好别跟他交往。你有听到我说话吗？尤里是个有病的变态，现在已经都很明显了吧？所以只跟我玩吧，好吗？ Yagi， 你应该不会讨厌我吧？我靠嘞，我靠嘞，那个脸啊！你讨厌我吗？你想让我哭着回家吗？社团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安全的地方，不要毁了它，不要毁了它，求求你，只要别跟尤里说话就好，只跟我玩就好，我只剩下这些了，跟我玩，和我玩。Happy thoughts, happy thoughts, happy thoughts。现在还要继续讲学员机的事吗？我的，等一下。而且刚刚直接 end 是反过来的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要回家了，我感觉不属于这里了。夏树，我靠，谁在乎那玻璃心啊？就算他自杀了，也没人会哭的。教室是不是变暗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这里好像只有我和你两个真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某些方面说起来有点奇怪，你都在这里这么久了，我们两个却似乎没有单独相处过呢。我的意思是，理论上只有几天就是了。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说些奇怪的话的。但是，其实有些事情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一些我知道你能够了解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等等，还没结束，不，直接叫我回来选诗了耶！我靠嘞！你们刚刚看到吗？等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逃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刚刚下面有一个，我刚选耳机的时候，那个 Monica 在下面跳起来，哎，我们快速的进行这个游戏。你们刚刚看到吗？最后面的时候有选到
莫妮卡喜欢的字是不是？她在下面跳了起来耶。我想肯定是当时候我被吓到了之类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都在努力让社团变得更好，就算再一两个新人不会怎样，只要他们的个性还行，如果再来一位女生的话也很好。所以夏树，没人在乎的，你这种体型怎么不试着去钻到贩卖机底下捡个几块等零钱呢？我们之前是一起去倒茶的耶，现在没有了。好，去找他。这是什么声音？从那边角落里传来的，像是呼吸声。我走到了转角看了看，尤里，真的。被倒带了，我回来了。被我说中了呢！他手上真的有用他那一把很喜欢的小刀上面自残的痕迹。他不吃巧克力，所以等一下会有喂他的巧克力图吗？还是没有呢？有啊，又回到这张图了。他吃巧克力了，回来了，回来了，吃完巧克力了，回来了。我的心。我的心好黑哦，救命！我们在储物室是不是？你们看到他吗？他还在这里，尤里还在这里。我的心跳停不下来 ，Yagi， 我冷静不下来，我没办法再集中在什么东西上面了。你能感受到吗 ，Yagi？ 他突然把我的手压在他的胸前。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我快要疯了。我没办法让他停下来，我都不想读书了，我只想要看着你。太近，我不能看，我不要，我后置的时候再看一下好了，我剪片的时候再看就好了。好，被打断了。我真的非常开心的写了这首诗，所以我希望它有效果，给你。哇，这才不是诗嘞。天哪，这真是吓到我了。好吧，我好像把写这首诗搞砸了。我只是想，算了，让我们继续吧。尤里把我的诗放到了他的脸上，深深的吸了口气。我会小心对待他的，我甚至会一遍又一遍的阅读时间并自慰。What the fuck？ 我甚至会一遍又一遍的阅读时，同时自慰。我会用纸割伤自己，好让你的皮脂进入我的血液中。你也可以看看我的诗，而且在你读完时，我知道你肯定想留着它的。给你，拿去吧，我等不及了，快点读它。有血迹啊，亲爱的，而且这一片是茶。等一下，该不会是尿吧？你喜欢吗？我是写给你的，以免你看不懂这首诗的内容是关于。最重要的是，我将它赋予了我的气味。快看，我。不正是整个社团最体贴的人吗？我觉得我要吐出来了。对啊，所以他刚刚说赋予气味，真的是在上面尿尿了。去读一下好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哎呦 ，I don't know how， 这是正常的耶。I don't know how else to bring this up, but there's been something I've been worried about. Yuri has been acting kind of strange lately.You've only been here for a few days, so you may not know what I mean. But she's not normally like this. She's always been quiet and polite and attentive. Things like that. Okay, this is really embarrassing, but I'm forcing myself to suck it up. The truth is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her. But if I try talking to her, she'll just get mad at me again.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think you're the only person that she will listen to. I don't know why, but please try to do something.Maybe you can convince her to talk to a therapist.
I've always wanted to try being better friends with Yuri, but it really hurts me to see this happening. I know I'm going to hate myself later for admitting that, but right now I don't care. I just feel so helpless. So please see if you can do anything to help. I don't want anything bad to happen to her. I'll make you cupcakes if I have to. So just please try to do something. As for Monica, I don't know why, but she's been really dismissive about this. It's like she just wants us to ignore it, but I'm mad at her right now, and that's why I'm coming to you about this. Don't let her know I wrote this. Just pretend like I gave you a really good poem, okay? I'm counting on you. Thanks for reading. 我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但我确实有点担心。尤里最近的行为很奇怪，你才来没几天而已，所以或许不太懂我的意思。但他像现在这样可不太正常，他一直都很安静、礼貌又细心之类的。但好吧，说到这个，虽然有点丢脸，但我也只能忍了。事实上，我真的很担心他，但我若试着找他谈谈，他肯定又会对我发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只有你说的话，他才会听得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请帮忙做点什么。或许你能劝他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其实一直想和尤里成为朋友。看他这个样子，我真的很难受。我知道我日后一定会后悔承认这件事，但是现在我不在乎，我只是觉得很无助，所以想要请求你能不能够为他做点什么事。我不想看到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愿意为你做杯子蛋糕，只求你帮点忙了。至于 Monica， 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好像不是很不以为意，看起来就像是他想让我们完全忽略尤里的事，所以我现在对他很生气，这也是为什么我来找你的原因。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了我写了这些，就假装我给你看了一首很特别棒的诗好吗？全靠你了，感谢阅读。黑掉了，为什么？我靠，脸不见了。我改变主意了，忘了刚刚你读到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尤里那么让人讨厌都是他自己的问题。 Yagi， 你有听到我说话吗？如果你肯多花时间跟 Monica 在一起，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对于像你这么棒的人来说，尤里和我什么都不是。从现在开始，你只要看着 Monica 就好了。只要 Monica， 只要 Monica， 只要 Monica，只要 Monica， 只要 Monica， 重新开始了这个游戏，黑掉了。是跟否 ？What the fuck？ 我觉得如果我帮尤里的话，尤里不知道对我做什么事情呢？我不是很想要收到上面我尿尿的心，然后下树脸不见了，眼睛被挖掉了，之后整个脸都不见了，我们只能找 Monica 了吧？我不讲理，我整个脸，Monica， 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枉自尊大又自私自利，究竟有什么事情你没参与到？只要有什么事情你没参与到，你就会把 Yagi 从我身边拖走，每次都这样。你这是在嫉妒吗？还是疯了？还是你觉得自己的憎恨已经多到可以开始迁怒别人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了，考虑一下自杀怎么样呢？对你的精神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尤里，你说这个有点恐怖。别管他了，下树。我想他不想让我们继续待在这里了，看，没这么难吧？我只是想多跟他独处一会儿而已。这样的要求很过分吗？终于，这样才是我要的。Yagi，你不需要花整个周末去陪 Monica， 没必要听他的，来我家吧。一整天我们两个人，听起来不是很棒吗？我是不是哪里怪怪的？是这样吗？但是你知道吗？我根本不在乎了。我这辈子从没感觉这么好过。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能够感受远超乎我所能想象的极致愉悦。我已经对你上瘾了。如果没办法跟你呼吸着同一片空气，就像马上要死掉一样。
一个这么在乎你的人，这种感觉不是很棒吗？这么一个愿意把整个人生都视你为中心的人，但如果真的感觉这么好的话，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会发生可怕的事呢？或许那就是为什么我当初想要阻止我自己的原因，但这份爱意已经太过激烈了，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Yagi， 我必须跟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到要疯了，像是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都在为我呼喊着你的名字，无论何时都已经无所谓了。莫妮卡也没有，也不在乎了。 Yagi， 拜托了，让我看你看看我有多么的爱你。我爱你甚至到偷偷的把你的笔拿去自慰，我只是想要扒开你的外皮，在你的体内游走，我想让你永远属于我，而我也只属于你。听起来不是很完美吗？ Yagi， 跟我说吧，跟我说你会成为我的爱人，这样你能接受我的告白吗？哇哦！等一下，一哭二闹三上吊啊！我拒绝他就那个，他就疯了；我接受我就疯了。怎么办？也不能存档哎、欸，不能存档哎、欸！他这么爱我，我不答应他，感觉他会杀了我哎、欸！爱不到你，别人就不能拥有你那种。那我们也只能答应了，对吧？啊！为什么？なんで？我还可以看历史吗？历史这边是正常的。 Welcome to the literature club. There's always been a dream of mine to make something special out of things I love. Now that you are a club member, you can help me make that dream come true in this cute game. Every day is a full of chit chat and fun active with all of my adorable and unique club members. Sally, the youthful. 这边是游戏介绍哎。他是简单讲，我看一下，他虽然没有空格，但还是可以看出是有空格啊，还看出什么字。他说：“欢迎来到了文学部，这是我的梦想，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应该用倒数句，可以对我所喜欢的事情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而现在你也是社团中的一员了，你可以来帮助让我的梦想成真。在这个游戏里面，在这个可爱的游戏里，每一天都是富有着快乐的聊天，还有愉快的活动。”与我的可爱还有特别的社团成员有 Sally， 年轻的又像阳光一般的开心的少女，然后 Nazuki 夏树 The Decisive Girl Perspective， 对，然后就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然后有一点傲娇，差不多啦，类似的意思。然后 Yuri 的那个神秘又很内向的女孩，常常在沉浸于书中世界的女孩，还有当然 Monica 那个社团的社长，也就是我咯。I'm super excited for you to make friends with everyone and help the literature club become a more intimate place for all my members. 然后就是我最重要的，然后我很期待，我超级期待可以让你能够在这里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帮助这个文学社能够变成一个更加有趣的地方，来为了各位成员。然后But I can already tell already that you are a sweetheart with your promise to most time with me. 可是我可以确定你已经是你很体贴，你会答应会花大部分时间跟我在一起吗？欢迎来到，后面又重复了，后面就是在重复说你愿意答应陪我，就是花很多时间陪我吗？所以我刚刚是不管我答应还是拒绝，他都会这样，对不对？可以保存吗？这样状态还能保存吗？可以哦。哇！自动把我带回来。又变更黑了。
为什么又回来了？我是天使幽灵亚吉德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看莫妮卡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